双击加关注，每天学点路。大家好，商机馆是一个大家族，那么在这个大家族里面呢，有形式多类的这个商机馆，也就是说不同规格、不同型号、不同体积。对于如何去识别商机馆在电路当中的一些功能和它的一些特征，我们往往呢可以通过电路图来进行判断。商机馆在电路图当中有一个特殊的字母代号，我们用 V 来表示。比如在这个电路图当中，我们看到这个 V1， 那就要想到这就是一个商机馆。商机馆有积极 B、 极电极 C、 乏射极 E 三个电极。而且我们还发现在这个商机馆字母代号下面还有一个阿拉伯数字9012。那么9012它表示的就是这个商机馆的规格型号。那么9012是什么样的商机馆呢？我们没有必要死记硬背，只要通过我们安装在手机上的这个软件，就可以快速的进行判断它。直接点击这个软件进去，好，我们看，然后呢在查询栏里面输入9012，点击查询，那么我们就可以看见了啊，这个9012的待查的商机馆它的电参数。然后我们直接进去啊，9012它是一个什么，它是一个 PNP 型的这个商机馆，极电极最大耗散功率 PCM 是 0.6 瓦， ICM 是0.5 安， VCBO 是50伏啊，清楚了这些电参数，那么我们在进行维修更换的时候啊，就做到心中有数了，就不会盲目的去进行代换，这样就可以快速的维修好我们的这个家用电器。好，更多的电子知识请持续关注每一单，点击下方小黄车也可以直接进入每一单的个人主页，点击专栏里面的课程。好，祝大家学习快乐，下期再见。